One, two, three, four. My family. 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请咗高弟弟同大家倾下偈。高弟弟，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先。Hello。Hello。好啦，咁咧今日咧，爸爸咧想同弟弟你倾下偈。咁咧，知道咧，弟弟你嚟咗马来西亚生活咗时间啦，系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喺呢一度生活同喺香港有冇咩唔同啊？有，因为咧香港系讲广东话，呢度马来西亚系讲英文噶嘛。系，香港就讲广东话系咪啊？系。咁呢度就讲英文。咁你觉得？香港细啲，马来西亚大啲。哦、香港你觉得是小一点，你说是学校啊还是家啊还是哪一度啊还是公园啊？只是马来西亚。即是马来西亚的公园？不是，是家。哦，马来西亚的家就大过在香港的家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刚才香港只是得一层，马来西亚有两层，现在工作房在第二层，现在玩嗰度玩具箱喺下边咯。哦，即系咧，因为呢度地方大咗，所以咧又有摆玩具嘅地方喺下层，工作室就喺上层，系咪？系。之前我哋喺香港嘅话，唔系咁样，净系得一层，好细咁。咁我哋咪唔可以摆咁多嘢咯。咁你咪而家摆咗好多玩具喺屋企咯？系啊，因为咧而家呢度有好多。好大啊嘛，呢度、哦，因为个地方大咗，就可以买好多玩具翻嚟都得啦。系啊，但我哋冇买过喺呢度，冇买过，但只系呢度好多玩具带咗过嚟，即系香港。哦，即系喺香港带咗好多你中意嘅玩具过嚟。系。哦，咁我想问咧，头先你话喺呢度要成日讲英文系咪啊？系，但系我觉得讲英文好无聊。点解咧？因为净系如果上堂之前我净系咧可以问住老师，但系咧唔知点解老师敏感都系我想讲嘢嗰阵时最后先系我咯。哦，即系咧，有阵时你想讲嘢，但系咧都系最后先到你讲。系全部人答晒先讲咯。哦，系咪大家都系用英文嘅？梗系啦，如果系用广东话，佢哋就唔知我讲咩。哦，点解其他同学唔知道广东话嘅？就净系得一个同学识咯。哦，识啲啲，识啲啲。咁其他佢哋点解唔识讲广东话咧？你认为？我唔知。系咪因为佢哋系嚟自唔同嘅地方噶？我知，因为咧佢哋系。他们是识了很多英文，我只识一些英文而已，所以他们就不会说广东话、他们没有练过，所以他们就识很多的广东话了。哦，那他们通常是来自哪里的？即是你就是香港过来啦，那有其他同学是住在哪里的原本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你咁样拎住，大家先听到嘅。即系可能有啲同学系咪喺英国嚟噶？我唔知道有冇人。哦，你唔知道。有冇同学喺英国？咁你一班多唔多同学仔噶？多，我都收唔到。有冇十个啊？唔止十个，超过十个啦。超过十个嘅，哦。咁我想问一下咧，你觉得喺马来西亚啲嘢食好唔好食？我学校咧。我成日人哋都系争我啲玩具，但我又冇话过佢可以同我一齐玩，佢就特登整烂佢。吓、啊，会咁样嘅咩？梗系会啦，咁多人。咁你有冇整烂人哋啲玩具先？梗系冇咯。你就冇嘅。咁头先爸爸问你咧，你觉得呢度啲嘢食好唔好食？好食，因为有芥香吐司。哦，你最中意食芥香吐司？系啊，喺香港冇噶。香港冇芥香吐司，系咪？系。咁咁你中意饮乜嘢喺呢度？朱古力。你最中意饮朱古力？朱古力香港有冇啊？有，但系我唔知点解啊，我喺香港饮唔到。
哦，即系你觉得嘅味道有啲唔同嘅，系咪啊？哦，咁我想问咧，你而家喺马来西亚度住咧，系咪多咗游水？系，但系香港冇得游水。点解香港冇得游水咧？唔知，香港都冇练过游水。哦，因为之前咧，香港咧有疫情啊，冇得游水啦。但我唔知游水嗰个地方喺边，你都冇去过。哦，你讲香港有去过，你细个啊嘛，嗰阵时我哋带你去游水嘅。不过咧，因为弟弟而家就啱啱五岁啦，生日啊嘛，系咪？咁咧，其实咧前两年咧，大家都知道系呢个嘅即系疫情啦，变咗弟弟咧想游水都喺香港都冇机会啦。是咪啊？系。我如果五岁喺香港嘅话，而家咧我已经游水好叻噶啦，但系冇人知道我其实游水好叻，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喺呢度咧游水嗰阵时，那个钱就系冇用噶。哦，但系起码呢度可以游水啊！喺香港咧有疫情嘅时候，就直情泳池都唔开啦。但系点解香港咁多疫情，呢度唔系好多嘅？这个呢都是其中一个呢，即是他觉得很不同的地方、啊、因为香港呢就成日都会、例如有、限聚令呢，即是不让那么多人在一起啊，又成日戴口罩、啊、但这里可以一起都可以了、嗯、在这里的话呢跟香港不同，因为呢这里有运动铺，但是又可以买单车，同埋呢度比香港多咗好多嘢咯。哦，系咪记得 Depost 嗰度咧，又会有、可以买到单车嘅地方啦，有运动铺啦，系咪啊？咁啊 ，KL 系啦，同埋 KL 都有、哦。咁其实香港都有嘅，咁但系咧喺马来西亚呢边咧就比较多啲咯，系咪啊？系。收到咧好多嘅我哋嘅观众啦，都咧响上一次我哋 live 之后咧，都问我哋几时再开啊？大家咧讲嘅咧诉求咧，我都听到啦，冇错冇错。咁、啊、或者有啲嘅点歌啦，我哋咧都已经咧收到晒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就预备咗响11月5号晚星期六晚上嘅8点至9点咧，同大家咧再开我哋马拉高 family 嘅第二次 live。冇错啊，今次嘅主题就系 starry light。星夜、哦、希望咧透过唔同嘅歌曲，同大家一齐咧喺呢个夜晚去感受一下咧喺呢个星空之下美妙嘅音乐，听住高妈妈同高爸爸嘅声音。咁咧邀请大家咧响当晚咧准时咧嚟到我哋嘅 channel 嗰度、哦，到时见。到时见啦。咁咧，我想问咧，咁你喺马来西亚呢边生活开唔开心？唔系，我哋因为呢度成日呢度喷火蚊啦，哦，我都冇得出去，我有嘢做，我都得出。哦，明白，因为呢度昆虫比较多啦，变咗咧，即系我哋有阵时屋苑咧就会有。你又话有蜥蜴，点解我见唔到蜥蜴嘅？你有时见啲细嘅蜥蜴仔咯，有啲大啲嘅。唔想买蜥蜴咯。系，有啲大啲嘅四脚蛇咧，咁都有机会，咁但系我哋就。呢度就未见过啦。我未见过四脚蛇，我只系见过冇脚嘅蛇。冇脚嘅蛇，咁即系地下嗰啲嗰啲，系、哦、真系见过、哦。我见过蟒蛇添啊。喺呢度住嘅地方咧，又见过有蛇啦。咁你系咪喺呢度都去过动物园啊？我唔记得咗，我好似有去过。有去过、啊、香港你记唔记得你有冇去过动物园？我唔记得，我都唔知道。都唔知道，其实香港冇，其实系可以话系冇，香港冇乜动物园啦、啊。喺呢度起码咧，我哋有见过。我知点解香港冇乜动物园，因为细啊嘛，呢度大啊嘛。冇错啊，呢度又有长颈鹿，你喂过佢哋添啊？记唔记得？点解咧？香港好细，呢度大啲嘅比香港。系啊，个地方都唔同大细噶啦。香港就好细，呢度地方好大，所以咧我哋揸车之前咧去怡宝，记唔记得？记得。又去过马六甲啦，记唔记得？马六甲、马拉卡咯。系、哦、马拉卡。我哋着住马六甲嘅衫，咪买咗喺呢度咯。是啊，我們買了一件衣服寫著馬六甲的嘛。是啊。是啊，那還有很多地方呢，我們馬來西亞都沒去過，你想不想去看看？
你想啊？吓，咁我哋迟啲咧，我哋放假又一齐出去旅行睇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先啦，同大家讲拜拜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中意我哋马拉谷 family 嘅影片，记得订阅我哋啦。多谢各位。